这里是冲切啊，这个料从这里过，这里我们可以按起来的啊，把材料放进去啊，然后这里这个感应的这个送料机，这个材料呢它粘得很死的哈，你没有这个机器的话拉它它就拉不走了哈。比如说我试一下给你看啊，看到没有啊，这里是感应的，然后这里直接开去冲完它会掉出来的啊。它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这里设定数量哦，比如说十，它切完以后，我这里有个装置，它会把它顶出来的，你看啊。看到没有，它就顶出来了，直接拿就可以了。